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， 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。队长啊，四面台有咩感觉啊？系。準備情況而家咧，我哋第一次開四面台，而家準備嘅情況係比較前期嘅工作，即係都係籌備下、構思下咁樣嘅。我哋都開過幾次會㗎啦，大家都有抌啲自己想做嘅嘢、嗯，有陣時就抌得太多，花姐都覺得我哋有啲煩，有啲煩，所以咧佢哋咧就要再佢哋再要過濾一下，開一下會點樣可以有一個再 smooth 啲、再精彩嘅俾我哋咯，係啊。休息時間嗰方面哦，而家已經擔心緊啦。話咩話？休息係咩嚟㗎？咩休息啊？入咗行之後，呢兩個字喺我哋嘅字典度消失咗。都唔係嘅，我哋都有特登試下爭取一下，因為我哋今次開十場啊嘛。咁上次六場都 OK 啦咁樣，但係十場我覺得可能有啲多，因為未試過啊嘛。咁所以都希望中間有一個休息時間，咁公司都幫我哋爭取咗咁啊，非常之好。會唔會再有加長嘅空間？有冇加長嘅空間？我諗有好多部門要經過先啦。但如果有買曬啲飛啦，大家都繼續想睇嘅，我覺得加長都係一件好事嚟嘅。咁其實即係準備咗啲咩驚喜俾 fans 咧？驚喜啊！驚喜啊！驚喜喺嗰邊啊！係蘇基，哦，等住嚟啊！好，勁啊！勁啊！勁啊！潇洒，佢放弃抗拒啊！我放弃抗拒。咁啊，出边嗰机啊嘛。你操紧我已经开，即刻开翻，我即刻去做咗 gym 噶啦，已经。哦，有准备噶喎。梗系有啦。去出边拍啊？苹果机先啦。驚喜嚟講咧，驚喜嚟講，今次我哋就想做多啲團體嘢，即係十二個一齊做嘅嘢。就是、除咗以前啲團歌之外，係團歌就一定會做嘅，但係希望可以做多啲十二個人一齊喺台面做一啲，我覺得可能挑戰性比較高啊，嗰、那個叫咩啊？挑戰性比較高同埋需要練習嘅嘢俾大家睇啦，等大家有少少多啲，哇！估唔到你哋可以咁樣嘅嘢咯。跳火圈喎，又跳火圈喎，又係你喎，跳火圈喎。高空。但我哋為咗安全起見咧，我哋盡量揀啲挑戰性比較高，但係難度比較低嘅表演。危險性又比較低。係啦，咁嘅項目嘅。例如咧？例如唔好搞啲咁嘅嘢啦，你操個機先啦，好唔好啊？我操機好簡單嘅咋，你操機好簡單。哦。Are you sure？ 危險程度冇咁高㗎。咁啊，一齊嚟咯，好唔好啊？我係個高空飛人。嗱，總之我高空飛人玩嘅話，你同我伴我。我唔知道，我話知道你半攞邊 part 啦，好唔好？好睇，好好就咁決定。誒，有時我哋啲團體 idea 就係咁樣嚟㗎。會唔會加設講國語同埋彈額頭呢啲環節啊？嚇！彈額頭會想睇咩？喺紅館睇彈額頭？唔係，如果真係咁樣嘅話，咁易滿足到嘅話，我哋就唔使排嘢㗎咯喎，彈額頭都滿足。彈十二下。攞咩唔排除講國語呢 part 啊？唔係，攞咩梗係攞咩梗係唱只普通話嘅 rap 啦。我覺得普通話 rap 冇難度，我覺得普通話講嘢先有難度。係啊，唔使呢個音啊。係啊，因為好多時都聽唔到佢唱乜咁樣嘅，有陣時會。啊，咁又係。係啊。機嘅行列嘅，你今次會唔會？係啊，會喺樓下。會喺天度除衫。其實我真係冇遺憾喎。即係係咯，我冇遺憾。留翻更衣室度換啦，你自己。自己除咧。咁唔會啦，即係我覺得搞 concert 唔使每次都用話剝衫嚟做。睇每次咧，今次咯。賣點嘅。咁樣，即係我覺得只要配合翻嗰個表演咯。咁唔啱就唔使咁。係，但半係啱嘅。搬係，搬係幾啱嘅。咁其實咧，最近 Anson 都真係超級過獎啦，就有啲聲音啦，而家可能有啲震咁，叫自己有咩感受啊？有啲睇呢件事。有啲震。震耳。哦，震耳。有啲歡呼聲音啦。係啊，都就算正評或者負評都好咯。我唯一可以做嘅只可以係繼續做好嚟緊嘅工作啊。繼續做好我嘅音樂咯，因為我都好肯定我貫徹每一次，我每一首歌都是用我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。所以我相信每有一日大家都會係咯，都會 feel 到我是有用心的。五個字，用作賓説話。好多人等啊，姜濤唔抵你有咩睇法？有人等你唔抵，我有咩睇法啊？
係咯，即係都係知道 fans 可能比較關心、比較錫我哋，但係其實即係都係之前講嗰句啦。我覺得音樂本身其實真係冇比較、冇勝負之分嘅，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地享受我哋今次嘅演唱會就夠啦。嗯嗯，隊長，但係好似冇乜人等你。唉，唔紧要啦，有乜紧要啫 ？OK 喎，冇奖啫嘛，冇奖啫嘛。OK， 我下一条问题，下一条问题。喺呢个时候咧，就系希望请各位留步噶，我哋咧就将呢个仪式台摆埋一边先。因為我哋咧要請我哋非常之重要嘅合作夥伴咧上台影張合照嘅，不如不。